当初这个事就咱这里要打，这点也无答应，较早会上位。你别再怀疑啦。这个还有温瑶跟安琪的性命，若话做一挂，我嘛无法度领情落来。处长，我真正想无咧。啊，你明知影温瑶毋是老家真正李少爷，啊，你为虾米天天要点点唔讲话，叫因误会，叫因误了，唔要讲出事实。 你真正要替陈忠信，俺看这件代志，即马毋是伊甲罗家冤枉咱尔呢？即马当处长，佫要顾你。我真正毋是甲你讲啊，我安尼做，有我私人的原因啊。你佫想要打这个责任，你根本就想要保护罗家嘛？李处长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。你想要保护罗家，就参照是我想要保护李处长同款。 希望你那个你的心内话，嘛甲我讲，我心内嘛甲我过。你安尼想，我真感动啦。我即摆是自身难保，我顶头惊啊，我会拖累你咧。你讲这是什么话？李处长，你当初要离开罗家的时阵，你什么拢无爱？你对当初就提出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为着要保全我。就凭这点啦。 我只是要绝对袂反背你，多谢你。我无想要听你讲谢多谢，我可能无希望你甲所有委屈拢家己吞落去。我有代志啦，李处长。啊，免烦恼我，对啦，我赶紧联络民间搜救队的人啦。 李处长，你莫阁惊讶，连我拢看会出来，你对大小姐有特别的心思。李处长，我要甲我的想法讲出来，我等一下讲的话，可能较直接。你想要讲啥？今仔日当时在质疑你的时阵。 你一句话拢唔讲，伊到大小姐对你讲出绝情的话的时阵，你才失控反应过来，把陈忠信的所作所为讲出来。你也从我来咧想，你哪会温我，哪会代志讲出来？除非你有法度甲人讲的原因，迄个原因就是大小姐对无？ 今仔日大家离开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有要甲大小姐解释？我毋过是只拒绝你啊！你面顶悬的心痛，还佮有心碎，拢无法度藏。迄当阵，我就确定，你对大小姐确实有特别的心思，甚至你对伊爱。 那是命，阳光不是你想安尼。我甲阮娇，不是为顾这秘密藏起来，我们那是为着要保护老家的人，也是为保护夫人，也够阮的查囡。 查某囝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我唔听，当年因为我的错误，我甲夫人才有夜姐姐囡仔，所以你才会在要老家，几十年，就是为着要守护因。
因是我外爱的动力。我现在总算知影，为甚物你无法度讲出来？因为你的秘密，去予陈忠信知影，伊利用这点，叫你袂当甲文瑶毋是米姑这件代志暗藏起来。我无法度保证，当司令若是知影亚杰先生，伊有甚物款的反应，我袂当摸毁掉因后世人的幸福风险。所以，就算讲伊要告我，讲我是害死安杰的凶手，搞入去关，我嘛袂要紧，讲我自私嘛好啦。哎，我排掉，对不起罗家的罪名，蛮好。我都爱保护我阿囝，我会保守这个秘密，直到死为止。要把这所有的罪过，我一人来担当。你一定要放心，这件代事我绝对不要任何人讲。阿哥，我袂让你一个人孤单去面对，我会尽全力跟你斗相共。多谢你。那呢，我即马去联络民间搜救队。对，你先替我去联络律师。所以律师就要创啥？以我对董事长的了解，进前伊甲我股份换做现金拍入我的户头，我入无去领。要毋过即马状况无同啊，我要保留的，毋是钱，是股份。这样的股份对企业有重大影响。是这股权掌握在手头，才是对付陈忠信的武器。了解，我马上去办。你莫怨恨我，照你讲，你用性命救我，替我当庆子，而且你阁是细汉的时阵捌救我的小哥哥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假作无看到你甲陈忠信做伙要来设计阮家的代志。就算你讲你是有威胁的，我嘛无法度同情你。安姐，上不是熊阿姨，安姐，危险，紧张，安姐，危险！啊，你莫紧张，你莫紧张，我无代志，无人会当伤害我，你莫烦恼我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其实听到你讲，你是为着细汉的时阵，甲我的右手，才会一步一步走到今日。讲我无感动是骗人的，至少我知影你的心内嘛最要紧我的。啊，不过你的这份心意，已经无单纯了。内底还阁有足侪足侪欺骗，安姐，唐姑妹妹，是的了，现在你别搞手机好不？你要安怎做才好？我是不是应该甲爸讲，你嫁做小二哥的代志？
小弟安怎做知影啦吼？知影。林子谦歹势啦，今物阮干爹去俄罗斯凤凰人顶调的，随时拢有危险，为着要甲因斗相共，我只好掠你来转移罗家凤的注意力。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陈中心已经动作了？是啊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把这只老狐狸定掉的，就能找到温瑶跟安姐。进来，咱赶紧进去，别让机会又把他们藏起来。真搞错，人我卖怪我对你无客气，快进来！好，我甲齐侯林，你咪后边来啊！喂，子谦。家峰，你快来救我！我拄着。子谦，你想怎啦？喂，子谦。子谦没无缘无故打电话叫我救你啊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先挂过，我有代志要处理，咱保持联络。是。我今日对罗家峰也是非常感恩嘛。这么危急的时阵，你竟然是打电话给伊来求救。那恁小弟我对你安排，应该是没有意思吧？子谦，子谦。子谦，子谦，你安怎？子谦，惊醒啊！子谦，哎呀，这是关头！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惊醒！时间差不多啊，带人上去咱准备好的所在。是。